这厉害，老伟，我炸的人。好了，
有名的面罩水，啊，啊，黄道的大沙巴和乌乌石膏啊，规矩嘛嘞。对，你们觉得吸引足够？啊，最重要一点，莫打一构造带出气，特殊设计，看到没有？啊，最重要是安静。哦，啊，这边清洗也都方便，这边那个电风的风夹啊，一个一个白色的洗洗。啊，你那个看那个冬天用那个风锅啊，你看那个洗，哇，比较紧啊。自然蒸嘛，嘿，这是意式干燥机，嘿。他说他比较没有效果，所以希望我们就说
能够好的去帮你去推荐一些高いリスクや市場のニーズに合った製品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より、今後とも
お示し電気は単なる製品提供ではなく、お客様にソリューションを提案するソリューションプロバイダーを目指しております。看到了台湾电竞产业 number one 的卓越经营理念及贯彻执行的实践力，所以这独占鳌头 number one 的领先地位，果真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继续透过这一群电竞产业尖兵持续的深耕经营，能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不断前进的战略动能。产品发表会暨经销商联谊会正式开始。首先为各位介绍与会的嘉宾，第一位我们欢迎台中市议员曾曹荣市议员，第二位是台中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的白景文白理事长，第三位是台湾三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水野洋平副总经理。下一位是台湾三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支店长的宫田支店长。下一位是台湾三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鲁世平鲁协理。还是台湾三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李明凤李部长。我们非常感谢以上嘉宾的光临，主席致辞。接下来我们主席台湾三菱电机的 CEO， 不好意思，后面开始要立委拜拜。本日07年度三菱電機新製品発表会を開催できますことを光栄に存じますとともに、日頃三菱電機製品の各販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販売店の皆様方に厚く御礼申し上げます。今天祝您各位在百忙之中能够莅临本公司2007年新产品发表会，以及平日对扩大三菱电机产品销售不遗余力，由衷的致上最诚挚的感激。また販売店様をご支援し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東理長林太太および陳経理、そしてゾンレンファーの皆様方にも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まして厚く御礼申し上げます。仅代表台湾森林电机借这个机会向支援各位伙伴销售的中联发电器董事长林太太、陈经理以及中联发电器的各位同仁表达我们最深的感激。さて三菱電機は台湾に参りまして40年になります。この間品質および技術の向上、そしてお客様の利益を優先するという企業目標を掲げ、台湾市場での地位を築いてまいりました。三菱電機来台湾已经有40年，期间我们不断的向上提升品质、服务以及技术，更以顾客的权益为优先作为企业的目标，奠定在台湾的市场地位。台湾市場の消費者のニーズは多様化してきてまいります。エアコン事業の中では消費者はますます快適性、そして省エネを求めております。そして地球環境に優しい製品であることが企業のものづくりの一つのコンセプトとして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台湾消費者的需求呢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而且对于空调产品消費者也越来越重视所谓的舒适、静音以及省电方面的功能。除此之外，而且更要求企业能够将环保视为产品开发的一个重要的概念。このような中、今回発売の新モデルは地球に優しいを開発モットーに、より快適な静かな、そして省エネに対して最新の技術を導入しており、必ずや消費者の支持を得られるものと期待しております。今天发表的新机型
是以环保作为开发的理念，而且采用更多更能够达到舒适、安静以及省电的最新技术，期待必定能够得到客户的支持与肯定。これからも三菱電機は消費者のニーズを的確につかみ、関係する工場と協力してより優れた製品を市場に投入してまいりますので、引き続きの 皆様方のご支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三菱電機今後呢也会确实的掌握客户的需求，而且与相连的与相关工厂联系，能开发出能够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的给予我们支持与协助。最後に存命ファンの皆様、そして販売店さんのますますのご発展と皆様方のご健闘を記念いたしまして、私の挨拶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谢谢。最后呢，谨祝中联发电器及各位经销商朋友们生意兴隆、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副总经理来为我们致辞，我们欢迎林太太。今天真的非常高兴，也真的很感谢大家，还有三菱电机副总。还有鲁协理部长，还有我们市议员曾朝龙曾议员，还有我们电器工会的台中市电器工会的白景文白理事长，还有今天我们各位我们最好最我们自己。说实在，我们同业里面对中联发最支持、最爱护的大家好朋友、好兄弟，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由三菱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给我们中联发这个机会，也难得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在中部地区好好帮三菱电机来推广他们的空调设备最好的、最品质最优的这个东西，这个产品一直在我们中部地区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并不了解，在几年前的一个机缘，我的夫君林永吉 Michael 大家兄弟，跟我坚持一句话，我要做三菱电机的领气。在那个时间点，真的机种非常少，我自己也没什么信心。我甲伊问讲，干那五个机种尔，咱要安怎卖？他跟我讲说。你好好的去想，你好好甲伊了解，三菱电机唔是干那五个机种尔，伊有足济足济足好的产品，咱阿爸伫咱中部一定会当甲咱这个好的物件来介绍出去，予咱的同业大家做伙来拍拼，做伙来赚钱，因为咱来当甲这个好的品质。好的物件推广在我们中部地区的，让我们中部地区的消费者可以享用到，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也会当报咱大家同业做伙来赚钱，有足济足大的品牌，哦，咱大家拢会用卖，嘛足好卖，但是足无钱赚，对咱来讲拢做袂工。三菱电机也空调设备，它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商品。今年我们非常非常的受到三菱电机的鼓励跟肯定跟支持，所以他们把 VRF 的系统所有的人员跟家电冷热部的所有的人员全力支持在我们中部地区专播专列机器，我非常非常的谢谢三菱电机的这样子的一个鼎力的帮忙。再来，今天来讲的话，我要让
我们所有中部最好的同业的大家好兄弟，吼，大家要报大家知，咱今仔日三林地区唔是像以往，像去年到目前到去年为止，我家己嘛觉得说，我无法度说很大声的甲大家推荐这个东西，因为机种不齐全，机种不齐全的时候，咱建筑要设定起来，可能就有困难。但是今年大家可以，可能有的一部分的也无完全了解，咱今年的机种有非常非常的多，咱原本变频的两个机种，今年又搁加五个机种，一对一的变频的，从小到大的都有。再来，连最不可能的饭店原本不可能不肯答应的，十八一台200多斤的，换200几公斤是不是？很重很重的，我嘛叫公司拜托，甲福华讲，甲伊肯答应，后壁只十八嘛甲请起来，嘛甲请起来，咱17楼，互咱大家看，包括今年的商用的3尾、5尾、6尾、10尾，只个部分，因为咱中部地区，咱的厝间拢足大，咱物件大，即个物件上互我有自信的，互我感觉真的是我们今天。等一下，了解完我们所有的产品的全系列的物件了后，咱回去了，咱一定要好好来推三菱电机的冷气，因为真的它的东西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还有机种今年真的是很齐全。咱今年若安尼推广落去，推广下去，我们可能在年底算算的，咱会当去赚到足侪足侪钱。这个可能就是当初我的父亲 Michael 大家的好兄弟一个上大的理念。我以前我常常讲一句话，伊甲我讲的理念，我拢爱3年后才我都帮伊推动。因为他那个时候在讲的时候，我拢会感觉伊敢那咧讲半假，因为我听起来感觉敢那做不可思议，所以我也无法度去推动。但是在那一个时间点。伊交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甲这个今仔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在座的大家同业好兄弟，大家有看到，咱今仔日三菱电机所展现出来的，我们今天要报咱赚钱的这个物件，绝对值得咱用心的去了解。哦，而且我可能其他对商品的部分。阿边个部分交予专业的甲恁向咱解说。以上我只是干阿一个心意。第一是感谢着三菱电机，予阮中部这个机会，予我中联发这个机会来推广着三菱电机的商品。以外来讲的话，我更感激的是感谢今天的贵宾，大家咱遮个好兄弟，遮个同业的，遮个先进，大家会当莅临。也当参加中联发电器今年三菱电机96年度的新产品发表会，我今仔日绝对无予大家失望，因为恁会当看到所会得到的一定是更好、更高，还有今年会搁较赚钱一个资讯。吼、哦，啊，今仔日遮我在座，我嘛向在座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一只，甲大家请安，甲大家问好，嘛祝福着大家。我今年，咱会当生意会当兴隆，大赚钱，吼、哦，身体平安，家庭美满快乐。谢谢大家。我们非常感谢来为我们致辞，有请白理事长。三菱公司的所有副总经理，以及咱的三菱公司的即个中部即个主管啊，即个团队，以及咱中联发啊，林董事董事长林太太，也人叫伊林太太，所以讲共同请我林太太，以及咱的中联发即个都即个上辛苦啊，即个团队即个干部，以及咱中部咱电器界先进，以及阮。北屯区最优秀的詹议员，各位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谢谢。首先非常欢喜，真荣幸，是着咱
钟莲花啊，咱董事长林太太的支持啊，讲我代表台中市的职工会啊，今仔日啊来参与咱三菱公司的新产品发表会啊，所以讲我啊，你也刚进我就真欢喜啊，啊是讲咧画这个场面较新颖的，咱伫钟莲花所带动之下，三菱公司所生产的这么优秀的产品。我相信看到中国咱遮个电气界先进，大家遮精神遮好，足准时。我拄仔两点互到位，就大家拢已经来伫遮咧参观商品。所以讲我因感觉啦吼，中联化所带动即个三菱个电气吼，伫咱中国决定免偌久个时间会占真大市场伫个。我拄只我提早来，也甲参观过，是上国个。小弟嘛是电气界老兵啊啦。我家己经营电器已经三十几年啊，即下已经到第二代，专心伫台中市电器工会咧服务。因为我伫电器工会先电器界先做，啊，今仔已经做第二代，所以讲我即个时间就出来伫工会。拄则伫即个两点左右的时候，看到遮商品，确实了，然后咱讲琳琅满目吼，然后看到就是讲啥物商品，有影毋捌看过，像拄则咱。因太太咧介绍迄台大台十八迄台电器，实在讲个，我嘛先目睭伫解看。我相信咱在座个哦，咱个电器界看到讲三菱公司生产个遮优秀个物件，尤其遮上流行个就是多联式个变频式个冷气机哦，即我相信嘛是将来吼，咱即个市场要行个路哦。我伫遮对三菱公司借着遮好个商品，借着遮好个。即、这个商机，予咱电器界即个在老板来趁钱，包括台中市个会员嘛，拢是应有对。所以我伫遮嘛要代表电器界感谢三菱公司，即个遮好个商品，吼、哦、来，予咱大家有咧趁钱个机会。过来就是讲要感谢每一年台中市电器工会伫十月拢办一个电器音响个展览会。咱伫咱即中联化带动之下，会用讲三菱公司嘛，每次拢甲咱支持。拢甲咱台中市电器工会斗三工，予咱这展览会办甲足成功。更加感谢咱这林太太，伊伫今年小弟做理事长，第一届，会用讲全场内面上届坐过，共二十家展览场，佫刷落去，会用全场内面装潢上水，上届有咧结束，所以讲小弟嘛再次咧点，即大家头前再次感谢咱林太太。有对台中市电器工会的支持，因为林董啊，麦克也是小弟的至好的好朋友，啊，所以讲，伊过往了以后，这几年，咱也看到中联化继续的成长，继续发展，我伫遮嘛，伊阮家己兄弟感觉足欢喜的，确实呢，林太太无简单，对伊对在台顶来讲话，要讲起来，无输一个查甫人伫台顶来讲话。这个台风甲伊讲话所有内容，值得我来学习。所以伫只再次要替阮贵阳的小弟表示十二万的恭喜。确实呢，当然我这两三年来，哦，用我的心量，啊，搁对讲话支持，小弟啥物事也讲。确实呢，咱林太太对这公司的经营嘛不遗余力，用讲一专精神弄这间公司，哦，所以讲伫只要祝福，哦，祝咱当然我。会生意会搁较好，代理咱个三菱公司个商品，会用讲全省会用讲上 top 个一间代理商，啊，最后嘛要祝咱今仔从议会动作先进，咱今年个冷气机，会用讲变甲大家强强滚，大家第一块钱，伊人个钱会寄到愈寄愈济，就做祝福。当然，伫即个新年头，吼、哦，嘛要通过伊拜一个晚年，吼、哦，今年是猪年。金枝能行大运，大家财源滚滚，各位家庭美满，身体健康，谢谢。